老囡仔我有介意呢，不过迄是看起来含慢含慢吼。大爱剧场天下第一招，婆媳相处充满智慧。明玲师姐是个很孝顺的人，吴昭师姑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，所以他们两个其实碰在一起就会有爱的火花。他们家是非常非常有向心力的，不管做什么，我回去之后也觉得说要多跟家人亲近。我媳妇说，咱俩在真是是，姐妹啊，阿母阿姐。我们在走在慈济这条道路上，会以上人的讲什么法，然后我们去讨论的时候，那时候感觉很亲密。最赞叹的地方大概就是他慢慢也有接触慈济了之后，那跟着妈妈一起做，那后来两个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。剧中主要演员跟本尊在高雄线上读书会跟全球观众线上零秒差，还跟现场民众直接面对面。觉得这个妈妈哈，带领这些孩子，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。这个婆婆很不简单呢，以前是女强人，但是进入慈济之后啊，上人的一些理念，还有就是要她吃素，她马上就改了。慈济志工杨吴昭带领全家慷慨布施，透过他的人生经历，期盼人人如数行善。大爱新闻学员李林道明高雄报道。